Hold on, guys. Still looking for a movie. 大家好，我是 Jonas。哎呦，我又来到了一个新的城市。对，这什么？一个捕兽夹。哇，你们太狠了吧！这么大一个。我不夹了。我被捕到了。哎呀，好痛啊！这个地雷，哥哥。真的假的？这个地雷。喂，他撞！哇，他会飞起来炸我，他知道我的脚印什么？说明这个城市的人被通知了，你知道吗？哎呦呦呦，又飞起来了。早有防备，这可好好玩啊！这个，来来来，你再飞一个我看看。哎，再飞，哎呦，这边还有一个，来飞起来，我扒你一下。哎呀，没事。哦，好，哎，如果我这么跑过去，他就炸不到我了，有漏洞啊，这玩意儿哈，真的是。这个公交车，扒了这么多下都没挂，我真是。这石头为什么要扒？你说扒拉我有感觉，扒拉拉熊熊先。哦，是这样吗？对呀。哼，古娜拉黑暗巴巴神，呀，横冲直撞，呜呼呼，我最牛皮，我是熊，一直往这边冲冲冲！打倒这些实心楼，那是个啥？是什么东西？原子弹炸了？不可能吧？这顶多是个煤气罐，好吗？嗯，好像有什么东西在射你。呆，呆。都是这些小警察，知道吗？啊，有因必有果，你们的报应就是我。哦，来吧，记得双击，我们的。来，双击，啪啪，嚯，谁呀？我都快被打死了，我的娘！啊啊，嚯，吓死我了，吓死我了。现在怎么办？但是我可以长血的呀。对哦，一下就回血了。对，这就很神奇了呀。往这边走，哎呦，我熏一个车子。不要放过任何一个小车车。没有错。那个绿的。你看，因为我的这个目标是500万，我的天哪，现在我只有100万，这可如何是好？瞬间赚100万，哥哥好厉害。哇，又是警察，又是警察！他们都开个坦克。铁砂掌，铁砂掌，铁砂掌！快快快！铁砂掌都出来了。来，接着盘我的小车车。哎，这边玩玩玩那边。爷爷爷爷，谁又射我呢？啊，我感觉到了。在哪？是谁？是我看到了。盘你一下，叭叭。机长就被拍死了。哎，这真的是火箭，快打他！这是个火箭吗？嗯。打一下，哇！被炸了。我看看我有什么技能啊？啊，又只有这一个呀。嗯，还是零。其他的不能买吗？没有错。哦。用这一招，哎，这不就打不到，还是打不到我呀？看来只能手动拍雷了。嗯，再到这边来。停车场。出租车，挥挥挥挥挥，一路盘过去，哼，就是这么的舒爽。咦？还有房子呢。接着打这一边，哇，这是火车吗？火车轨道。我们在这里等一下。这还用等吗？我直接沿着轨道跑不就完事了？你好机智。看火车在哪？这火车跑得有我快吗？没有嘞，然后他就在你的屁股上追到了你。对对对，居然这边也有地雷，那满城尽是地雷呀！对你早有防备。哇，我又到一个新的地方了。你看这神不神奇吧？哎，就这么一直扒拉，哇，扒拉的我的眼睛都花啦。咦，好了好了，也没人了。再到这边来。不是，我有个问题，为什么这个车比房子还大？呀。你不说我还不知道呢。我的天，我再看一下啊，房子呢？这是房子是吧？对呀、啊。那车呢？车被你扒拉没了，你等一下再看另一个。我的破坏力这么的强大吗？嗯。那边有个红点子，是什么东西？哎呦，一个警察，弄死了。再到这边来。我们就接着一直去找火车是吗？哎，这是个什么东西啊？哎，难道是我那个 DNA？ 哦，真的长了一个。哇，原来 DNA 是要自己找的，但是我也买不起啊。这就一个，等个锤子用啊。再找一个，看看这边有没有。我是不是听到什么声音了？啊，别吓我，火车要来了。有了，就是这个。这么小，谁看得见呢？两个了，还差一个，我就可以解锁一个新的技能。我要爬山吗？我这儿。我已经看见了，就在那个山顶上。跳不上去啊！滚，错。完全上不去，这可如何是好啊？是不是要从这边走过去啊？我觉得也是这么个节奏。嘿，嘿，哦，看来是上不去了。呵呵，我们还是破坏一下城市吧。哎呦，又是这些police。来到这边了，
差点被炸着了，吓得我一激灵。小心小心，嗯，这里又是什么地方？一个世贸厂吗？停了超多车车。哎呦，这边呢？哇，又是个新的城镇，真是打不进呢。还会有机关枪了还？现在他们的武器越来越厉害了。对呀。嗯，这边哦，全部被我捣毁掉，我都看不清楚了，这么多硝烟呢，怎么的？哦，那我要再找一下小，看看我的熊熊冲击波。哇，你这熊熊就不用玩了，就是牛皮。嘿，往这边再呼啦几下子。啊哈，现在有多少钱了？300多万。嗯，再打几个小车车，想必就应该足够了吧。嗯，房子回几栋。哦，看不见了，看不见了，蒙蔽了双眼。再到这边来，呜呼，搞定了，400万。哇，就差一点点了。还有什么东西吗？看看这里，哦，那边仿佛有个山坡呀。走这边，嗯，哎，这里好像还有东西的。这已经是破坏过的城市了吗？又有普利斯，这里我没有破坏过呀。哎，那怎么会有一些墩子？我看到我的夹子了。啊，我还被那玩意炸了一下。这是，这个车怎么飞这么远的？真的可以往上走。上面还有防护。哇，这里面肯定有东西吧，不然他们为什么要守着？对呀，还射呢。啊，这是射得这么疼呢？哇，真的很疼，我半格血都没了。哦，武装车。找到了。哎呀，我说什么来着，找个3块的哦。5块六，这个3块还有3块的吗？这个也3块。这么多3块的小鸭子。那就来个放火吧，装备一下。我的熊掌冒火了。你现在是个小火熊。烈焰掌。哇，我可以喷火。我的天哪，你到底是个熊还是个恐龙？不，我是个熊孩子。没气了，实在是太帅了。我的口里天然气已经消耗完了。肚子里自产天然气。咦，这边还有东西吗？右边好像有个车车。哦，哪有车呢？啊，我怎么没有看见车？哎呦，幸亏我回头看了一眼。这不是巧了吗？这不是。接着下山。哦，怎么下不了山呢？啊，怎么感觉那边绿绿的？我难道不能跳下去吗？哇，可以的，可以的。天降正义，哇，呀，如来熊掌。但是这边仿佛没东西了呀。火车在哪里？就说呀，难道火车被我无意之间破坏掉了？这边还有东西的呀，我刚开始怎么没注意到呢？快喷火火！来，扒你一下，喷火！这么快就没了吗？就把别人熏黑了而已，一点用都没有。熏楼是吗？对，跟熏肉有异曲同工之妙的东西。哎，任务快要完成了。对呀，我再破坏一个房子。可以了吗？完成了。对。哦，是不是可以逃离了？找一找那个圈圈。在那儿，在那儿，在这里。好，最后再拿几个房子，炸一下，舒爽。到这边来，嘟嘟。你假装自己是熊熊火车吗？没有错。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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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，哇，在那冒几个烟儿，呼呼呼。咦，不是。你这个细菌熊。我走错铁轨了。车啊，我是个车呀。又过关了。那么本期视频先到这吧，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，记得点关注、点赞和分享之类的。好，我们下期见。哎。